免费试喝，来看看。沉默，我不要和你分手。是嫌分手费不够多是吗？我不想要钱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说了，我有。有个小孩。我不信，那你老婆呢？小雨，你怎么乱跑？这样你相信了吧？哼，渣男！这年头还有带小孩出来搭讪的？明明是你！人呢？我哪去了？搞定喽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心让你带孩子上班，你什么工作态度？客人都走光了！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赶紧给我滚！妈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还以为他是爸爸呢。是妈妈没能力，妈妈会尽快攒钱给你的眼睛做手术，到时候你就不会认错了。您好，我是戴。您好，我是您老婆赵代驾。别拍了，他让我拍照片查岗。我让你别拍了。他让你早点回家，你爸妈还着急抱孙子呢。你，渣男，浪费我时间。是你，搅黄了我的好事还想走？啊！这单我不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沈怡宁不是好惹的。你，顺便告诉你，要是你敢酒驾，我第一个举报你。喂。喂，少爷，老夫人的病不能再拖了，再找不到血型匹配的亲属签字治疗，恐怕就……放心吧，我找到办法了。卖房子钱给他还债还不够吗？这是我要给小雨做色肉手术的钱。你还好意思顶嘴？我儿子就是被你这女人害死的，他那明明就是意外。你必须给他还债，要不然我让你永远见不到你儿子。妈，我托关系给你找了个酒店面试，你必须给我去。面试怎么会安排在酒店房间里？等一下他一进来就把他锁里面，然后把他拍下来。就是他，站住！你有看到一个女生吗？我看见了，往那边走了。谢谢啊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想和你结婚。